中秋没有烤肉就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的民众就归来汉堡店，直接帮您把烤肉做成汉堡。高温火烤的纯牛肉片，表皮印上一条条烤痕，一共还有四层。面包统统换成烤肉，中间夹着生菜、番茄和起司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双层脆鸡可以选。素食业者提供不一样的烤肉选择，民众买单吗？这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，就是哦，有没有面包烤肉堡不错，试试看。那你说这可不可以取代中秋节的烤肉？不一样啊。如果说是没朋友的人吃，会不会太过分了？中秋节可能也要出来上班。那我觉得没有就是烤到肉的这个也可以去尝试看看。民众看法两极，但除了卖汉堡的、买披萨的，中秋档期也要走应景路线。超大的之星饼皮圈圈不是跟项链一样挂在脖子上，而是象征中秋的大月亮。因此这回披萨中间出的是实心，用浓郁的莫扎瑞拉起司，让民众一口咬下吃到满满的千丝起司。但策划的用心被民众吐槽，如果披萨像月亮，用洋葱圈买赛，这个就有点像洋葱圈啊，那就拿洋葱圈来就好了。反正台湾的披萨都这样了，我们什么邪门歪道都可以接受，可以啦。除此之外，披萨店也推出和乌马烧肉的联名款，用五盎司的厚切菲力牛搭配日式果香烧肉酱，还原烧肉店特有的道地日系美味。至于另一家披萨业者也找来干杯烧肉居酒屋联名，用肉量总重达七盎司的角切臀五花和牛五花，淋上秘制烧肉酱汁、葱白及白芝麻，让民众这个中秋不烤肉也能大口叹肉。 TVB 新闻陈又祥、李忠于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